哎呀，拉着十个鸡，你看容易吗？这种啊，这是多少斤呢？四，哎呦，将近500斤。呀，这一小车能装俩。能装三个。哎呀，能推几天，能推点是点呗，这过不去那没办法。看这鸡多新鲜，这鸡这回个儿大，这个拉的鸡今天给咱挑两只，看这家看多大，给它加上菜再给它炖一次，行，今天这个鸡正好就化开了，然后直接炖，行，切成块是吧？对，还得给它切成块，省得他来回埋，省得这次叼走之后又埋起来了。你先等会儿，我就给他炖一块。两根胡萝卜，两个那个圆白菜，把它给切一下，然后一会儿锅开了之后，再把这两样菜一炖一煮，行了啊，就完活了。它炖一会儿，再炖一会儿，这汤不够白，再炖一会儿。好了好了啊，炖熟了这鸡，把这个肉捞出来，把那菜下进去炖一会儿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捞出来晾着吧，这样炖还挺香的啊，清炖。这汤也挺好，挺好的啊。这个肉已经炖好了，在那个大盆里边晾着呢。趁这个机会啊，把这个虎妞牵过来，让它这几个小狗吃会奶，然后再让虎妞去吃那个鸡肉，然后喝那个汤。放奶了，就吃一阵儿啊，吃一阵儿咱就出去，虎妞。抬起头来，这绳子根本就没用了劲。哎。对，你抬起头了，对，好样的，虎妞，这绳子根本就没用了劲，你看，看，挤着我手了，这得让我摸着你吃，
行了行了，没了没了吧这一阵。嗯嗯，撤。走吧，咱走了，不让他们吃了，走。干净利索快啊，要把小狗带出来了。快快快快！走走。跳跳，虎妞跳。这盆那么大啊？就让它在这吃吧，吃吧。这汤也凉了。嗯。倒进去吧。到里边连吃带喝，让它倒进去。这是小块的，这次不怕它叼跑了就。我去把它放出来啊。嗯。这个看你往哪叼，光挑肉。这一大盆使劲造吧，只要稍微大一点的，它就愿意叼出去。在外边叼两块。嗯。这一大盆你能吃完吗？三只鸡，这三只鸡也顶那个啥了，这十五斤肉。嗯，比上次那八只也不少。嗯，这个大。嗯，这一只鸡是五斤。喝点汤。不愿意吃白菜是吗？胡萝卜也没见他吃一个呢。嗯，还是肉香啊。肉多估计是，你要肉少的话，估计连菜啥的都得吃。也不管你，你反正你吃不完，这下一顿你这白菜你就得吃下去，要不然不给你肉吃了啊。晚上当夜宵吃去呗。啊，晚上就让他吃完了。嗯。我看真能造完，还有多少？吃吧吃吧吃吧，你吃。哎，这个，对，我看你到最后怎么藏，这回吃不完，你不可能去再去藏。你看这肚子起来了。先把肉挑了，咦，这是真能吃，你能不能撑着啊？这么多，他现在是撑不到，关键是小狗吃的太多，转换一点，直接小狗就给它吸走了。嗯。那天不是吗？那天吃这个生鸡也是吃的那个啥，吃两个三个，但是都以为它是明天会拉稀的，但是没有，家伙一点事没有。嗯，吃吧，不用管它，它的食量越大越好，让它吃了吃多了之后多下点奶水，再多带一些那个小狗。嗯，菜胡萝卜就开始大口咽了都。
看里边还有啥东西啊，吃吧，没事。上面那几个大胡萝卜咋不吃啊？也差不多了，反正。也吃，先把鸡爪子吃了。嚼两下行吗？咱。哎。饱了。这回差不多了，这回。嗯、行了，这是吃饱了，立马就跑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剩这点汤，剩点菜，把肉给全给捞完了。嗯。嗯。拿进来吧。肉末里边都是肉末了。对，就是全是肉末。嗯。行了，这下不吃了，他就把这个先。到这小盆里吧，晚上再吃，夜宵吃。晚上让他吃。汤喝了也没多大点儿，嗯，全造肉了，这是把肉吃了。你回去，你小狗没在这儿。现在虎妞能吃能喝，就是不长肉了，现在。因为带这几个小狗吸的太多了，现在他们小狗你看吃不了多大，就吃不了几口就没有了。嗯，老多就是咱们粉丝就说该给它断奶了，小狗吃的太多了，这个小狗应该吃副食了，已经不用管了。现在啊不能给它断开，因为它刚吃副食没有多少天，你要直接给它断开的话，小狗就会容易拉稀的，所以咱们就多带它几天，带到四十天到四十五天这会儿的再给它断掉。现在让虎妞带它是怎么？一天两顿，早晨喂一次奶，下午这点喂一次奶就行了，不用是每天就它这不让它出来就跟小狗待在一起，不用那样了。这样一弄，虎妞也轻松了，这小狗它吃副食。吃的也多了，慢慢的把这个肚啊这个肠胃给换过来之后，这小狗就不用管了，嗯，就可以断奶了。对，就完全的就可以把它给断掉了。你回去吧，你惹得他们老叫。